你到现在为止没搞清楚，他以为你一定可以过关呢、啊。到时候整个国民党新北市议员不要不要被他拖垮了。所以原之会不会这个他的连任危机也可能会变成你的连任危机？对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抢救我，那么优秀，优秀的认证立委。我问原之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，你愿不愿意跟侯友宜挂看板？现在听说新北市许多议员纷纷撤跟你现在太为难他了啦。中间选民可能过去会支持侯友宜的，顺便投给原之他们国民党的议员的，不投票了，所以国民党的总票数是减少的。那国民党减票数，侯友宜的总票数会减少，但是最麻烦的是像原之你们这些挂着国民党还跟他一起挂看板的人，你的选票也会被减少。对，原之你挂两面就好，不要挂太多。他可能现在不敢挂了，他一定要挂一面了，至少要挂一面。你赞助我一面，我就多挂一面。一面多少钱啊？看你还专门问他、啊？另外一个我不知道行情。